方殺神，深度嘅突破嚟，減極都減唔就，用過唔同嘅方法都處理唔到嘅咧，佢都可以徹底幫你 KO 咗。究竟呢部減肥嘅儀器可以去到幾深咧？20mm。哇，係啦，深度嘅突破嚟㗎，已經去到。我想睇下喎，有三層波波，依個係最深色，依個係最淺色，中間嗰個細粒啲。咁其實係點解會咁樣嘅咧？其實呢個就係我哋皮膚底層嘅脂肪層面嚟。淺層咧，大家見到啦，個波波咧係脂肪細胞咧係細粒啲嘅，同埋大家見到咧，佢係比較咧係講緊話咧冇咁頑固噶。基本上我哋會見到咧個脂肪細胞嘅數量啦，或者係講緊佢個體積都會比較細少少噶。咁先到去到中層嗰時候啦，一啲係比較重啦，開始咧係大粒咗嘅脂肪啦，咁就會沉咗落去啦。咁去到最底層啦，呢啲就係千年頑固脂肪啦。其實佢個脂肪細胞個膜咧都比較硬噶，基本上好難 KO。普通嘅 RF 儀器機咧，通常都去到2.5，即係做完呢啲淺層脂肪咧，肉眼都未必睇到嗰啲。咁而咧係講緊10年前啦 ，HIFU 嘅出現啦，開始見到啦，佢可以直接治療嘅部位去到13mm，即係我哋淺中層嘅脂肪細胞爆破啦。咁當其時其實個效果咧，有好多人都會開始讚噶啦，但係痛啊！係啦，覺得會好痛啊！但今時今日唔同啦，因為講緊 SM Prime 脂肪殺手，正正係可以咧係深入到我哋最頑固，係啦呢啲鈣化咗嘅硬脂肪啊！係啊，去到20mm係一個深度嘅突破，唔同暫時100% 唔同。哇！點解而家啲機會咁犀利啊？真係～係啊，犀利啊！因為我哋公司真係同美國、歐洲率先咧同步去引入翻呢部儀器機噶，係啦。講緊話咧，見到啦，鈣化咗嘅硬脂肪咧，就係因為長年累月一直減唔到，開始個體積越嚟越大，亦都沉咗落去啦。但係而家唔需要擔心啦，正正呢部儀器機已經係可以徹底幫我哋 KO 翻啦。而家你又唔痛又安全，係 very good 咯。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療程嘅嘢？療程就係、是其實我之前咧都好，即係覺得好肥嘅自己，即係邊個位啊？特別肚腩，肚腩好肥嘅。之後係做咗好多療程，減肥療程都冇用啦。有啲係有。頭開始有用，但之後又反彈翻喎。有啲係完全係好痛喎，係痛到要嗌啊掙扎咁樣啦。但係聽到呢個脂肪殺神啦，比起其他嘅儀器啦，咁我覺得好有信心咁去做咯。嗯，係啊，係咯，我覺得佢個體型其實都唔係。你話係咯，你好似好咗啦，已經。係啊，同埋你話俾文思聽，你自己做咗一次之後，你係講緊話係減咗幾多先？即時減咗4cm，我聽到都係真係誇張啊！即時減咗4cm，其實係一啲都唔誇張，因為其實佢入邊咧係所有咧嘅客人咧真人實證啦，咁其實都係減到咧係大概咧係4cm左右㗎，係啦，見到呢個肚腩嘅位置啦，無論係我哋嘅肚臍啦、下腹啦，或者係胃腩嘅位置咧，咁其實平均咧我哋拉翻雲都係減咗4cm㗎，係啦，咁大髀嘅位置啦，亦都係講緊話，雖然啦脂肪冇咁頑固啦，但係呢位客人咧。都是減到 2.5cm 的。如果成日都嚟做的話，真的很快就很瘦了。是啊，很 firm 啊。這個出紋絕對是快靚正啊，而且係手臂的位置我哋都會見到的，一次的療程裏面已經減到 1.5cm 了。係啦，呢啲就是最有力的是醫學臨床的案例咯。大部分的客人基本上每一次的療程效果都大概可能咧會有3.5至4.5cm 左右。好吸引，好吸引。之前剛才你做的時候做了一次啦，你覺得那個感覺是怎樣做的時候？是不痛，很舒服，是真的睡著了覺，暖還是怎樣？暖暖地咯，但係我真係即時瞓咗覺咯。哇！我諗你可以做埋其他一次過，即係佢喺碌緊你個身咧，你可以做埋塊面。脂肪嘅殺神療程咧，係可以治療邊啲部分？頭先你係全身啊嘛，係咪真係就係全身？嗱，咁我可以講下嘅，通常我哋最 care 嘅位置就係可能我哋上腹啦、下腹啦、腰側啦，同埋講緊大髀嘅位置啦、小腿啦、手臂啦，甚至我哋背脊嘅位置啦、腐乳位置都可以做到嘅喎。good， 咁啊，哇，好多人有問題啦。佢哋話咧，唔繼續做呢個療程啦，皮膚會唔會變得好鬆弛或者咧反彈？嗯。
其實咧，首先答咗反彈先，反彈係一定一定唔會，係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咧，脂肪細胞嘅數量，我哋真係幫你 cut 減咗，就係冇咗啦，係啦，唔會突然之間增多嘅。係。咁但係平時點解會咁易反彈呢？因為出邊嘅儀器啦，或者係你哋嘅方法啦，可能都會將我哋脂肪細胞嘅體積縮細咗嘅啫，可能由網球縮到乒乓波咁細，但係可能一個卡路里食翻啦，係啦，講緊話一個生日嘅 week 啦。咁就已經爆漲啦，咁就又肥翻啦，咁就叫反彈啦。但係而家就唔會反彈嘅。咁呢一個療程又適合啲咩人士去做啊？呢、這個療程咧係好適合咧，係一直咧你哋係試過好多方法都搞唔掂啦，或者係講緊話你哋係遺傳性嘅肥胖啦。呢、這個係難啲喎。係啦，因為遺傳性嘅肥胖就係天生本身你個脂肪細胞就係比較頑固，同埋真係好容易鈣化咗變成硬脂肪啦。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咧係突破性的深度是去到20mm，所以基本上我哋成個減肥團隊係對呢部儀器機非常之有信心啊，係絕對減到。你好 firm 啊，係好有信心，一定搞到。所有嘅客人都見到個效果非常之明顯咯。好啦，咁佢哋又問啦，咁個預期的效果會做到點先？咁就係講緊話咧，我哋融資啦，深層啊。深層融資是一定的啦，咁我哋最重要就是上到嚟，我哋都會同客人去溝通翻嘅，係啦，咁我哋會睇翻咧，係超聲波檢測儀裏邊啦，佢本身佢個脂肪咧係去到幾頑固，同埋佢個脂肪嘅比例有幾多啊，從而同佢咧係有個共識啦，大家係想咧去去到嘅效果去到幾，即係嗰個 size 或者係幾多寸嘅，係啦，咁基本上咧，如果你話你個問題咧唔係話真係極之嚴重嘅話咧，我哋可能講緊六次為一個完整的療程㗎啦，係啦，係啊，是啊，但如果你話真係可能話我係我嘅目標係有一段距離的話咧，咁講緊話咧客人可能講多次啦，咁就可能會做多一 set 嘅療程咯，係啦，已經係可以好 perfect 咁樣幫你改善曬成個完美嘅線條㗎啦。Very good 啊，咁佢哋又問啦，其實咧要幾耐先可以見到效果？其實你都講咗啲㗎啦，即係做三即時第一次有啦，跟住其實我覺得咧。都是因應你們每個人的身形，如果你覺得未夠你就再做多一點，如果你覺得三次都夠了你可以不用那麼密做得，是不是這樣？最重要就是上到來的時候我們會跟你們溝通了的，咁亦都最後問翻啦，療程係咪安全同埋咧痛唔痛？我頭先你講咗噶啦，唔痛，100% 一定安全啦，係咪？因為佢有美國 FDA 同埋歐盟 CE 嘅雙重認證，係絕對安全同埋可靠嘅。冇錯啦，咁啊，我哋嘅時間已經去到尾聲啦，咁啊最後咧，佢哋都想問咧呢一個療程咧。你哋可以俾到啲咩優惠啲粉絲？同樣地啦，咁呢個 SM Prime 嘅脂肪殺神啦，我哋都會咧係首100名咧有個免費咧嘅體驗嘅喎，可以揀翻你自己想揀嘅部位。太好啦，多謝你 Teresa， 我哋咧今日咧又學咗好多嘅嘢啦，亦都咧知道咗好多資訊。咁咧你哋咧乖乖地啦，如果翻到去咧瞭解咗你哋身體上面或者個樣咧邊一度好想。再靚啲啊，精神啲啊，飽滿啲啊，或者 firm 啲咧，就即刻登記，係啦。首先你哋可以試咗先，係啦，中意繼續做，係啦，同埋佢哋有好多保證啊嘛，所以你哋可以安心做。